喜欢在夏诺夫格罗德的学习。米宁大学为我们准备的课程，比在中国的大学更加丰富，因为在俄罗斯我们可以更加具体的感受到俄罗斯的文化，并且为我们安排俄罗斯的老师，让我们更加深切的了解关于米宁大学和关于俄罗斯的风土人情等等。结束在米宁大学学习以后，我将回到中国。也许毕业以后会来到俄罗斯工作。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美丽，并且俄罗斯人都非常善良。